敲敲碗呢，谁想敲一下子？胜来呀，胜！哎呀，你给我一个币，我就陪你。你真漂亮、啊！给我一个币，给我一个币吧，拉布。我给你个币，我给你个币。行，大方的。走。哎呦我。看看吧。不行，这不敲敲碗子，这么高啊！是，你咋这么高啊？是算了。太高了，我下不去，完了，不是，我下不去，这太高了，这咋上啊？啊，哥哥，哥哥，咱把拉。不是，啥意思？俩人弄不动我。我感觉对你好侮辱啊！咱仨把他弄上去。这样上，六千，一块钱，站一个看能溜起来。先给你先，这这高啊！哎我去！这太高了！谁设计的？我没玩过这高。谁设计的？哎呦天哪！不是，这谁研究的呀？啊，李佳琦！我不行了，不是。下来，三二一，走起！快点，自家的仨人呢？拿一百块钱，我回屋给，弄好了啊！你安着，弄好了。嗯，好没？行，慢慢放他，慢慢放他。哎，我去！哎呀，我不行，这敲一碗不行啊！咱们再新现在俩业务啊，一个回收旧奶瓶，一个陪玩跷跷，陪玩跷跷板。哎，但挺刺激，笑死我！哎，可以，任敏、你想一下，我们钱要怎么分配？是我们所有人把钱集在一起，还是每个人交伙食费？每天我们谁做饭？然后你再想想我们怎么发家致富？我马上就想这个事儿，这件事情包在我身上，我会干活。我看出来你有这个本领了。任敏，我对他的这个印象是，发现他在开会的时候，哎，他还挺敢讲的。不行啊，每个人想的都不一样，没完没了。让任敏当部长，我感觉他挺有那个。我手流血了。那你们快上来贴创可贴吧，把聂春那个啥。你看多那个啥，多能张罗事儿。我们无限要投票一个长老啊，同意是任敏的请举手。不是，我反对。全票通过。我们这里只有铺师，就是我们现在投给你了。娘娘，你比较聪明，你帮我过来一起想想，我们的钱该怎么分配啊？刚刚龙龙哥给我交代任务，说咱们先放一块用，还是说分开放，然后买东西怎么买？钱放一块用，然后平时投票吗？少数服从多数，只要三个人愿意花钱。哎，但是一开始就把钱聚到一块儿，钱可能会花得很快。哎，但这也不一定。我好想带大家发家致富。我封你一个称号吧，你财务和总秘书。好，好 ，OK。Nice。龙龙哥。哎，我给你们官宣一个人吧，我就知道你最棒了。那个袅袅是我们的财务大师和总秘书，太棒了！因为他是智商，我是体能，这样的结合一定是完美的。你好会用人啊，期待你干出好成绩。好。那钱要放一起用呢，还是怎么样？各揣各的。我觉得可以各揣各的先，因为后面可能
大家经济收入有差别，可能你们俩挣的很多，那我觉得我不配跟你买信用，对吧？不会，我们也不会这样想。但是我要有这个责任心，因为我觉得你们俩将来一定会有一个很好很好的前途，所以我是努力跟上你们，但我不要变成你们俩的一个负担。哇，好感动啊。你还给他整蒙了啊，看到你俩仿佛看到了当年的我。哎呦我的妈呀，你好不懂啊。懂什么？哎呀没事，你这条路呀我们都走过。告诉我谁是最厉害的。哥哥能洗好吗？能。一定要办好办妥办强。办强。你这领导让我窒息。这哥哥哎呀。去医生，去犁地。我踩的这条路呀，你慢慢走，可长可长了呀。我觉得这一片以后会是一大片菜地。我已经看到了，支撑你在那儿，你在那儿浇水。浇水。突然就明白了一些什么。那我们就放一块用吧，这样比较那个团结。那也行，我现在就给你。给鸟鸟吧，我来帮他接。智商哥把钱拿过来吧，把钱拿过来吧。哎呀，你看，给我留着。哎，来，我看你怎么办。我是这么想的。你这是要你智商哥的命啊！命啊！我这么想的，就是不能拿，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哦。有点零花的吧。这有出个门的是吧？哎，确实，哎，每个人身上得留点。总秘书，留点零花的。哎，我觉得可以这样，因为我们现在不知道整个物价，然后也不知道我们的工资，现在投钱是盲目的，是没有科学根据的，有道理。那就再等一等再。也行。要伸手要呀，说完就伸手要呀，也行也行。不是娘娘，咱们俩得站起来，我们俩格局就低了。好，你是总秘书，你不能听他忽悠。哦，虽然咱们是一伙的，但是行，反正学生给我就能给，你要学生不给我也不乐意。不是说我不给，我没说不给。那我的意思不全给。那你给我也不全给。娘娘，你这个，那一碗水三瓶啊，那。那玩意儿我想的是留五块，好，一个板拍定就五块，五块说少了。哎呀，五块够干啥？我也不知道他答应呀，五块答应呀。实际上一人留二十，哥哥五块跳起来。雪琴叫我就叫，干啥呢？这玩意儿干啥呢？睡上了已经，这是。我这腰带坏了，我给他弄一下。要不咱们一块先去拉拢雪琴？好呀，走，雪琴在里边。雪琴，因为我是那个什么长嘛，然后现在是这样，就是你说啥就是啥，铁子。龙龙哥交了95。啊，我也可以，咱们我这都给你。你要留。啊，对，留多少钱？留5块呀，行。咋了，雪琴？你交钱了呀？你也交钱了？交了。他说你为啥交钱呀？你没交啊？没有，我俩是看你呢。啊人敏，你小小年纪会这一套啊？不是，就你了，智胜哥。来，我拿5块，拿走吧。咱不参加他们家家事儿。行，那我们走。就他们家家事儿。拜拜，拜拜。娘娘，你要是想唠嗑，就上我们房间找我们聊天哦。好的。怎么上我们这儿受苦来了？咋了？我们这儿不能跟他聊天。委屈了，上你那儿埋怨埋怨。对呀、啊。在我们这儿管财政大权，你看到没有？就是我。行。啊，等一下。俺们仨呀，现在一人送5块钱，准备出去看看有啥功能打没啊？咱挣到钱再交给你们。哎，哥哥呀，哎呀，割我们的韭菜。走，咱仨看挣钱去吧。辣姐，哎，咱。